你们每一个工作人员看起来都是这么的优雅美好，你就一进到那店里面你就知道说，这一定是你最棒的选择。那你在看照片的你的每一个表情、你的眼神、肢体动作，你就会回忆起那个时候的甜蜜跟美好。幸福就是平安，相处愉快就很幸福。你当然愉快了。特别谢谢林毅老师，因为我对他给我的爱很多很多，我对他有太多的感谢。祝福林毅婚事。